到龙木进来，他把到的暗冲出去。哦，好，很棒。哦哦哦，鼓掌起来。哦哦哦，好，来，有听到吗？有听到吗？好，来，分享一下。刚刚我看到那个动画上那个牛，那个两只水牛的事情，对，很深刻。不用去执着跟对方去争论那一些看到的景象，你要自己知道真的真的是什么就可以。嗯，自己要识透眼前的一切是真还是假。好，谢谢，来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把手要紧啊！好，好棒哦！来，咱今次我再复习一遍，咱浅浅甲咱分享三个点，咱有听到？吼，咱第一个浅浅讲，伊来遮，不啦，浅浅这边他有提到说，刚刚今天受用要把这一个听到的道理，这个爱呀，这个正能量哈，刚刚我们的浅浅说要把这个爱传出去。对不对？嗯、然后这是浅浅，刚刚我伊讲，伊讲，伊看到影片有两只牛，有两只水牛，敢是？吼，伊讲目睭前看到的，敢是一定就是真的？无一定。敢是？无一定。无一定啦，你看到的无一定是真的，而且你看到的有50%是啥？可能是假的哦，吼、哦，几率还蛮高的哦。为什么？所以叫做五五，叫做不一定啦，吼、哦，五五分的是无一定，所以起码要有智慧。对啊，咱最好咱浅浅甲讲安那，伊甲我讲了啥？来，咱做伙讲，伊甲我讲啥？嘴啊啦！嘴爱甜。嘴啊啦！嘴爱甜。然后大概有一点段吼，咱讲一二三，做伙讲嘛，来，一二三。嘴爱笑，嘴爱甜，笑爱乐。好，咱甲家己掌声一下。目睭安好，目睭安好。今天的三位很棒哦，你们今天的九泉七祖大家都拿到红包啊，你知道什么叫红包？因为你有法布施出来，你管你哪个点心得讲出来，就跟后泉站上台一样啊，你们的九泉七祖都老师都有加分哦，啊，所以不用害怕面对这一支，那请三位浅浅站起来，三位浅浅站起来，那看多少动人站起来，好。你看到拿到麦克风啊，阿刚进哥站台，跟我刚刚哪里不一样？有没有觉得自己哪里不一样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对吧？我啊，好，咱来掌声请坐下。为什么会说没有不一样？因为他突破了。你去行出来，你管你去麦克风退，独立出个声讲出来。啊，所以后生在请你背台前，你就做主的，能安怎？啊，就站台安尼尔。啊，但是真哦，我搁做一个，迄个实验哦，人捌讲过吼，你即摆搁念一下，我搁念一下，请你来咱分享一下。嗯。他很棒嘞，哈，赶快给他掌声一下。哦。都看人话哦，伊迄种，伊迄种胆敢冲山嘞，啊，种伊会相信迷信，伊个迷信下去。嗯嗯。所以相信迷信。像传像那个善心传播下去。嗯，好棒，给他掌声。谢谢。哎，你看，这叫做连锁效应。
这嘛叫做蝴蝶效应。当有一只蝴蝶开始拍一飞的时阵，它会有一股旋风跟能量的影响。所以当真的要感谢你，你愿意拿，你是好学一点，你还想你弄苦楚，你可能来讲我不要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那个第一个，你拿开始讲你不要的时候，后面可能大家就是。这个可能一直爬爬到有没有去啊？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这就是各位浅显，这就是善的能量，这嘛是就是正的能量。当我们愿意同住大家在这边做有益自己生命的事的时候，你也发现哦，一个人影响一个人，啊，你这个人，这生命影响，你也当可以影响你的家庭，你会影响到你的家庭。那你影响到你的家庭，你家庭被影响，每个人都像这样被影响之后。会不会它影响整个家族的命运？家族命运是会改变的哦。啊，相对的嘞，你若是好的是安尼，啊，歹的敢会影响？会啊。歹的嘛会哦。咱人讲善言一句，嘛是一句话。啊，恶的嘞，恶语一句也是怎样？也是在伤人。好的一句在帮助，啊，歹的一句在伤害人。所以开到不会接前线，伊讲安那，咱靠听你，我要讲啥？好，伊讲的是一个善的循环嘛，吼，迄个循环啊，善的能量，伊就是让它交流出去。所以各位浅显，咱还是每一次都要有一个功课，好，咱虽然老师一月十二嘛，吼，那他都有给报告，下次是一月十二的课，来，下次咱一月十二是感恩回顾忏悔，啊，感恩回顾忏悔。来这边做啥？啊，不是来这感恩，来这吃饭啊？那大家拢懂啊？唔知要创啥？来感恩来吃饭啊，开心。啊，我们就多约一些自己的家人来吃饭，好不好？啊，但是你要多约人，一定要跟组长讲，因为安尼我们那个的凳啊，我在那边的桌子啊，较袂失礼，较袂夹，是甲你的组长甲你安尼讲，可不可以带阮兜一家伙拢来吃饭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因为恁就是叫做感恩忏悔啊，拢带因来吃饭。啊，恁敢若是还袂无求道的，咱带因来做位求道，好唔好？对啊，啊，那道德能量哦，迄真正不是咱讲用嘴巴这样子口述，迄是用这个人的心腹去感受。所以后续一定甲咱报告，用你这个人来印证道的真假。你一个人的道的真、道的好、道的妙，用这个心腹去甲印证。你要去印证它哦，所以为讲好话、存好心、做好事开始。咱嘛是延续上个月，我们说回家要问安，有没有？啊，咱这个月一样问安，但是多一件事，因为问安可能这个月拢等于就袂记啊吼。咱该食饱了，袂记了啊，干咪？咱应该无遐老啦吼，还是讲你有特殊的隐疾，讲安尼就随袂记啊，安尼后续没有话讲。但是应该还记得我们上个月的功课，其实对顶个月甲这个月，咱就是爱练习问安。你甲你的囝问安，你甲你的阿、甲你的太太、甲你的四大人，大家同款问安，甲你的厝边头尾问安。你一定爱去做这个代志，为什么？你要改变你一个人的命运，爱为这个上基础的开始做，叫做态度。你爱愿意哦，所以回去问安，然后咱进回进开始。持续问安到一月十二号，爱做一件事，叫做邀约，招咱家的人做伙来吃饭，敢好？招厝的人就好啊。啊，你若感觉讲哦，阮厝的人，我着我家己尔，我要来招厝边隔壁来，敢会使？哎呀，欢迎欢迎，还是讲招恁什么人来北屯来，美国屯来，敢会使？可以呀、啊，所以说下一次我们就要邀约啊！但是大家记住哦，咱是一月十二号，对不对？所以咱那里进前爱甲咱的前线啊，咱的领任组长来讲，哎，我大概伫进前吼，伫一礼拜进前爱甲宣布讲，我大概有几个人会来哦，吼，安尼来我们有大家可以吃得很丰盛，啊，也可以很开心，可以很感恩、很满足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那后雪今天就学习到这边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哦。啊，如果咱若是贵姓公庙唔好，盼请咱神父下垂灵宽啊，负责你各位天团疏感，你怕积减。啊，最后祝福咱各位神仙，大家拢会当有依靠的心，啊，会当咱啊有自在的这种情绪，大家平平安安。等下，谢谢。大众。